近日，宋茜上班途中被拍的图片流出，天气明明已经很热了，但是宋茜还穿着牛仔外套，这种不寻常之处顿时便引起了粉丝的注意。而且更加特别的一点是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宋茜不但全程揪着外套，而且还刻意用手挡着自己的肚子，她的举动确实有点让人无法理解，看到的人也就不自觉猜测起其中的原因起来。不过答案没一会儿便出来了，当他行走之间偶然将手拿开之后，粉丝们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。因为在牛仔外套当中，他搭配的是一件露腰露脐的短款黑色上衣，不遮挡的话腰部会一览无余。不得不说，常年跳舞的宋茜身材简直太出众了，腹肌若隐若现，身材好到爆，拥有当下最流行的既健康又纤细的好身材，这么好的资本是所有女人都羡慕的，别人秀出来还嫌不够，宋茜还要刻意遮住，也真的是有点保守啊。喜欢就订阅呗。